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，今天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，Let's go！ 感谢慈济来一样来支持我们童玩节的活动。那今年他们提供了很多义工来帮我们做许许多多不同的服务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感谢我们的新唐人媒体大纪元时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国泰银行来支持我们，85 Foundance Studio。Genius Academy， 童玩节的好伙伴金城银行，很开心我们来到 Emily Raj Booth， 来到我们的张会长，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好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进口总代，我是这边的总代理，我们台湾的产品有森法益，就孙贤志代言的森法益。啊，还有，精华液，还有面膜、面霜，我们面膜、面霜跟精华液都是在这几年都有得奖，有特金奖、金奖。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产品可以照顾到湾区社的民众。这个我有需要，这个怎么用？这个很简单，森法液的部分只要早晚喷，我们是全中药提炼，所以这最主要是照顾的头皮。头皮滋养之后，头发就会长出来。自己本身用5个月就见效，哇！所以是活生生的见证。是的。所以这些美容产品也非常造福我们的女性朋友。对。非常感谢张会长。男生女生都可以试用。谢谢。谢谢。我叫 Olivia， 我是 Tormoki 的合伙伴。然后我们这家公司是两个妈妈创造的。我们是3年前在疫情当中就发现说我们找不到一杯好喝的珍珠奶茶，所以我们就研发了 Tormoki。然后我们庆祝我们第3年的，我们就做了一个限量版。然后这限量版就有台湾的黑熊，然后台湾伊犁、台湾平溪，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特别的，就是因素是关于台湾。然后我们的 Boba， 都是从台湾来的。然后我们的 Ubi Milk Tea 是在台湾制造的，okay. 是台湾的紫薯粉，然后台湾的Mulberry Tea， 是这样。呀，台湾茶的品质真的是没话说。对，竟然非常有福可以喝到我们这个那么新鲜、这么道地的茶。对对对，我们也是希望说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有多么棒，然后也用我们的方法。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，我爸妈是台湾人，可是我们也是希望是说，也让台湾，也让全世界多更认识台湾。当然当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我们很高兴遇到今年的 Mrs. Taiwan， 我们的王小姐，王 Amy 小姐，王振怡，对，是来，请你介绍一下你的故事。好，我今年就是很荣幸的被邀请担任台湾的代表，在 Mrs. Asia USA 的选美比赛。那我是住在 Bay Area Cupertino 这边的长期居民，在高科技方面还有房地产方面做了很长期的发展。那今年就是有一个特别的转变，就是我创办一个龙兴基金会，创办一些奖学金给弱势妇女，还有一些就是学生。And no, all begin. And then this is our principal winner. 那我今年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啊，透过这个 Mrs. Asia 平台，很高兴可以代表台湾，也可以参加，然后做一些更对社会上更付出的一些事情。So, 这是我的故事，今年的故事在。真的非常谢谢 Amy 来参加，为我们的活动增色不少。对啊，我很高兴，我今天很惊讶说哇，好多人来参加，很高兴说刚才走了一圈，然后真的很多可以联系的一些 community work，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对，是我刚刚也看到好多好多民众抢着跟你拍照。对，因为我这里只有我戴一个很大的一个皇冠嘛，所以就是
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然后多多就是介绍我们这里的文化，然后双方就是有一些交流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。是是，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promote台湾。Yeah, of course, yeah, 这是我的荣幸。I'm very honored to do this. Yeah, very happy to. 辛苦了，辛苦。Thank you for having us. Yeah, yeah, thank you. Thank you for coming. 谢谢。OK, 谢谢，谢谢。OK, 好，拜拜。OK, 刘女士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干净世界, 干净世界、对，是什么吗？干净世界它是一个新的媒体、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功能，有 video, 长视频短视频，然后呢还有文章，有很多功能、然后呢你们可以上去把你们自己建立你们自己的频道，然后你们也可以上去把你们拍的东西发到你们频道里面、就等于你们有一个存放你自己东西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新的平台、就像一个你们自己的一个网站一样，还是免费的，我们是免费的去可以注册，然后呢这个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，它是无暴力，没有无毒害，然后呢没有那些色情的东西，非常好的平台。是，所以特别取名叫干净世界、对呀、干净世界，然后很适合我们现在要有利于道德回升啊，传统的文化呀，这里面很多了解了解、谢谢谢谢谢谢经理来参与我们、不客气，谢谢、拜拜。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周会长，请周会长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台湾商会好吗？对，我们今天有很荣幸来参加我们同安节活动，我们摊位就是这样湾区台湾商会，还有我们青商会一起的两个在一起的活动，9月15号，所以刚好我们也利用这同安节的人气来捧我们青商的9月15号的活动。那我们商会本身就是在社团已经比较久了，所以那在青商会，我们也刚培养青商会赶快壮大起来的。是是是，对我们湾区真的很需要，大家群策群力来让这个社区更好。是 是, 是，所以今天商会有准备哪一些产品来介绍给我们？其实我们主要是还是promote我们商会的，我们的宗旨啊，比如说我们自己啊，过去都是参与社区活动，现在疫情期间，我们捐100万的口罩，然后我们在感恩节每一年，我们也都会帮助社区，大概提供500份便当给需要的人，然后我们有固定的参加棒球日啊这些活动啊，对，一直本来就在社区已经深根，那青商会他们新觉醒，应该很有活力啊，所以这是我们想要赶快利用这一次，也promote我们青商在中秋节办好这个活动。是是，真的很感谢商会经常支持我们湾区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及提供物资，谢谢你们，今天天气很好，谢谢呀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 enjoy today。谢谢。OK， 谢谢。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国际活动，谢谢。对啊，这个一定要签。对啊，签名欢迎你们，一起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各项活动，谢谢。来，密码出去。很开心，看你们辛苦啦，收集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签名，加油加油，台湾 number one。对啊。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，继续来参与我们的同玩节，拜拜。